台北时装周这一次迈入第三年，对于 replay 这个定义呢，我觉得跟我们的永续时尚环保议题都有很直接的关系。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事情重新再把它拿出来发挥，我们也可以使用曾经使用过的东西重新再制造。废弃的织带，不要的牛仔裤，我们到底能够怎么样去传递一个更真善美，然后用最现代的方式来去我们想要对世界传递的事情。那我觉得能够环保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全世界这个疫情还没有办法被控制得宜，没有想到反而我们台湾可以来举办时装周。我觉得台湾最大的优势就是透过在地生活、在地文化、艺术的跨界合作，发展出一种台湾独特的台式美学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。台湾除了设计的能量以外，还有许多的制作的能量跟工的职人存在。台湾设计师的实力非常的坚强，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对自己充满自信。时尚由你自己来定义，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把它做一个呈现。一切源自于生活。时尚就是不要随波逐流。每一个设计师都是充满特质的。2020台北时装周 Vogue Fashion's Night Out 在台北市府前风雨无阻封街举办。似乎因为天气的下雨而让这个秀有另外的一种美感。走秀的过程当中，我其实是充满感动，那时候已经泪水夹杂着雨水。Model 们在出场前就放下那个闪那一刹那，大家的确在同心协力一致的把这个晚上的活动变得非常完美。台北时装周一年比一年更进步。我相信这个活动一定会成为台湾最具指标性的时尚活动，我对这个东西是非常看好的。感谢台北市政府、文化局、文化部还有 Vogue， 我们做到了，在疫情下还可以完成这一场时装秀，然后在疫情当下我们也可以开出这么灿烂的花朵，很棒。2020台北时装周我们真的做到了。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活动连接到国际的舞台上，我觉得那是一件最棒、最令人期待的事情。